珊珊娜 ，Hello。你们看到我们桌上的是什么？史莱姆。这是史莱姆实验室11月份推出的新产品哦，有这边的完成品史莱姆的白日梦，有白天、黄昏和夜晚，然后还有这边可以自己 DIY 做的蛋糕，还有小怪兽。那我们就来做蛋糕吧。这个彩虹史莱姆蛋糕，这是彩虹慕斯蛋糕，这可以当蛋糕体。我们先把它分成一半，他们要一人做一颗是吗？对，好，我们一人一半。我们先玩一下再玩。我好了，就要一层，这什么？你要把它揉一揉啊，分成几等份，然后搓成圆圆，然后压。这也要两层吧。然后这样就可以，中间可以夹那个夹心、啊。妈妈的雪样巴不卡。你可以做成圆形的蛋糕，也可以三角形的蛋糕。身上都是雪。鱼图案的蛋糕。这是上层。然后你想要让它的蛋糕颜色变不一样，那你可以把这个拉开。然后这个滴个一两滴就好了，它就会颜色会很深。还有一个，你随便选一个，滴两个，两个，你要两个草莓，两个草莓。那你要黄色吗？不要，我要白色，中间加黄色的就是。哦，你要加黄色。我把这拿起来。谢谢。直接那个先盖起来哦。好啦，好。因为我等一下也要用。你看看。妹妹染成了粉红色，哇，快纱布哦！你再帮我染一点点，我好像没染很短。噔，好好玩哦，这好像那个蜘蛛网的家。甜点好，好好吃的感觉啊。对呀，这就是我的。妈妈，你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？嗯，可以，鹅黄色还蛮可爱的，可以哦。好，妹妹，你这边要怎么样？那这两块还要再染色吗？染蓝色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啊。要一滴红色，一滴蓝色吗？对。好，一滴红色。好可怕的血哟！好可怕的血哟！你再上蓝色的血。滴蓝色。上蓝色的血，好可怕哦！你怎么在这边跑？你要把它拉均匀哦。好的。好好玩哦，这不止小朋友可以玩，大人也可以玩，而且我觉得这好好捏哦。软软的。妹妹看摩吉。好像是。偏蓝呢。对。好。还没有看到，还没有看到红色出来。如果你觉得它比较干，可以加一两滴的甘油。蓝紫色，我红色是不是加太多了？姐姐，你红色再给我吧。像我手上是蓝色加粉红色，然后它有点变成灰蓝色的感觉。看，嗯，对，哎，那个好像橘子哦。色了，而且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丝好漂亮，滚下来，这有点太干了，这有点干。妹妹已经把它用成了四片蛋糕体，那你现在开始要怎么装饰？蛋糕，所以中间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紫色，接着要放什么？一样也是白球球。熊碗糖，压一下，它就会粘住了。妹妹的完成啦，它的四层蛋糕中间全部都是白色的棉花糖，没错，棉花糖好吃。上面还有饼干、熊熊、巧克力，还有这个撒了满天星，对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们来看姐姐的吧。好，这个放底下。布丁芒果蛋糕哦，姐姐做了布丁芒果蛋糕，所以她把其中一片做成布丁。好，盖上了一层。哦，这已经是最上面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那你最上面要怎么装饰？这边还有哦。姐姐的完成啦，姐姐你的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的呢就是满满的布丁跟芒果，然后又撒很多东西。我拿了一个搅拌棒，我来试试看它的剖开面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先从妹妹的蛋糕，哎、欸，我来切蛋糕了，下面可能切不过去。嘿，我的蛋糕要这样子，擦擦擦擦擦，我的熊要掉喽，熊掉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剖面图。好了，完成。你看它好绵密哦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一层一层的。剩下的无所谓。哇，变一个城墙哎！一个。好，姐姐的可以剖啊。一刀下去。哎，姐姐的好像比较难剖哎，因为我放了满满的球。哎，第一层比较不好切。好，姐姐翻开看看。分开，哎呀呀呀！哇！哒哒哒哒哒！哎，泡泡都留在上面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彩色慕斯蛋糕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的也可以试试看啊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